赶紧进灯坡，灯起一千斤八路，买了一大撮。打到桥头啊路，看见一只兔，放落座，对了兔，抓着兔，烫了口，包了兔，通过甲破口，走了兔，对了兔，弄到兔，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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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也三步。手提一匹布，行到双溪路，赶紧进当铺，当钱一千一百五，买了一担醋。打到石头的路，看见一只兔，放了醋，对了兔，抓着兔，烫了兔，包了兔，兔骨敢破兔，走了兔，对了兔，弄到醋，也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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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醋，其实是那三步。我今天的讲座呢，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